号，这个根本不是做记号嘛。这是牙齿嘛，是明显的投票牙齿嘛。是牙齿，所以要穿上票牙去做投票。可以接受投票，是重大财。开出了100箱票，有效票112票，无效票1票，白鹤一回54票，黄山三回7票，尤其是回51票。谢谢大家，他已经发声明了。那这样会有党籍处分吗？或党纪处分吗？可是一个小小的数是不会有处分的。那等等，第二轮投票要进场吗？我现在要去吃东西。所以12点半就要投票嘞。对啊，所以12点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。委员副院长。张姐怎么看陈昭慈的跑票的情况？谢谢大家，他已经发声明了。那这样会有党籍处分吗？或党纪处分吗？可是一个小小的数是不会有处分的。那等等，第二轮投票要进场吗？我现在要去吃东西。所以12点半就要投票嘞。对啊，所以12点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。委员副院长的不仅你们要怎么样，会自提还是要投给谁吗？谢谢大家。因为如果不自提的话，一对一就直接可能就是拱手让给国民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刚刚陈昭慈委员跟你讲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可以继续这样这样读读，谢谢大家。但陈昭慈委员跟你打电话，抱歉，党团会发声明，好吗？谢谢。委员，你们中午还要开会吗？还是已经开完会了？现在要回去我的研究室拿个东西，谢谢。那刚才讨论会议中有讨论什么？要拿出来啊！在里面啊！我在里面啊！
无效票一张。无效票。12:30，等一下，请各位。